好。哦，王探长，您说的那事儿我已经向陈队做了汇报，他说这事儿要汇报局里。我有了结果，我会马上告诉您的。好，是左拨打的用户吗？稍后再拨。行，那就这样啊。怎么样，开考了吗？还没有。走。叫老卢吗？行，叫他来一趟吧。陈队，他老卢，谢谢了啊！这几天还真得小心，千万别刺激他。再过那么一两天吧，我想他的情绪自然会稳定一些。啊，对了，我给他药，想着每天按时给他吃。放心。等我忙完这几天，我再过来跟他谈谈。老卢，你看你这么忙，对，我又欠你一人情。那还不好办吗？改天请我好好吃一顿。好啊，哪天你说啊？哎，要不今天怎么样？啊不，今天可不行，晚上我还有个讲座。啊，对不起，我接个电话啊，等着我、啊。接。喂。你故意不接我电话是吧？既然都说好了，为什么不来？别逗了，你要真跟我离啊啊！我跟你说，我没那功夫。等忙过这阵儿，我陪你去南京看你妈，行吗？你说这两口子吵架，哪有一吵就离婚的？你要真觉得我哪有不对的地方，我给你赔礼道歉行吗？德德，我挂了啊，我这还有事儿呢。哟，怎么不开灯啊你？陈启生，你明天有空吗？
我们去办手续。天天这么闹，你累不累啊？办了手续就不累了。你真想跟我离啊？是不是离了你就痛快了啊？我已经是能早回来就早回来了，我又不是不想早回来，这不是事儿多吗？你这种话你知道说过多少遍了吗？那你想让我怎么样啊？我没想让你怎么样，我就是想生活的正常一点。我们现在不是挺正常的吗？你觉得我们这样正常吗？事还在修理厂吧，我送你。我自己打车走。马上就过来。靠边停车吧。啊，没多远了，我给你送过去吧。哎，我不说了吗？马上就到。啊，小程啊，哎，你跟马局说一声啊，我有新案子，318大案的事儿啊，我晚点再向他汇报啊。哎，靠边停吧。
价格二平，定了。所以这不是低价。让你看，尸体胖成这样了，不止一两天了。尸体身上的划痕呢，是河里的石头蹦。再往上游找找，说不定还有座桥呢。第一现场。找着了才知道。你跟这儿盯着啊，我得回去开会了。318那个案子。局里命令，限期破案。哎，尸检报告出来，马上送给我啊。明白。你好，怎么样？深蓝色的好一点。嗯，好的。哎，对了，通知制作部，让他们用暗号。听众朋友，电话。好，谢谢。喂，你好。林美，后天的聚会你可别忘了啊！咱们主要是为小宁他们两口子送行。哎，千万别忘了带老公啊。可能不行，他特别忙。那可不行，再忙也得抽时间见我们一下吧，总不能老让我们在电视上见到他呀。我没骗你，我现在都见不着他。哎，李梅，你们俩不会是出什么事儿了吧？能有什么事儿？老夫老妻的了。没事就好。哎，我跟你说，咱班36个人，有一半都离了。哎，我跟你说这些干嘛呀？记得明天一定带他来啊。好，我尽量吧。嗯，好，后天见。嗯。警队，哦，你找陈队，陈队，你电话。哎，陈医生，哟，怎么不打手机啊？你几点回来？这没准儿。你能不能早点回来？我有事儿跟你说。我尽量吧。哦，对了，陈队，今天卢医生来电话说他今天有事儿，让我跟您说一声。哦，哎，我这儿没事了，现在就可以回家，一起吃饭吧。家里什么都没有了。那，咱们去老地方。那待会儿见吧。哎。小姐，请用茶。再要一份炒海瓜子儿，加2份辣椒。那小姐，咱们这儿的炒海瓜子已经很辣了。没关系，我先生爱吃辣，每次都加2份辣椒。好的。先这样吧，谢谢。不客气，您来。马太太，其实您今天已经大有进步了。刚才我看了一下表。您今天只哭了3分钟，哪儿啊？我这不是花点钱，就为了让心里痛快痛快，诉诉心里话。他有的是钱，我帮了他花，才对得起他呢。对，对不起，打扰了，卢医生，外面有人找您。啊，我知道了。你认识这个人吗？这是我妻子啊。
小姐，上菜吧。陈队，什么情况？老卢在验尸间认尸呢。大家晚上好，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午夜新闻。哎，队长，你怎么还没走？哦，我陪了老卢一会儿。你今天效率够高的，怎么样？跟林梅饭吃的如何？哼，还吃饭呢？我还没进门，你电话就来了。看我这电话打的，你也真是的，晚来一会儿不就得了吗？晚来一会儿天能塌下来？好不容易跟人林梅吃顿饭。瞧你这事儿办的！哎呀，行了行了，不就吃顿饭吗？哪天不能吃？要真的是哪天吃都行，那林梅就不会跟你生气了。哎，要不然我跟林梅谈谈。喂，老婆，哎呀，我这不没下班呢吗？啊，我一会儿就完，完了我就去。24小时超市哪儿没有？哎，放心。哎，别睡啊，让儿子也别睡。队长，别忘了啊，明天早上开会。啊，7点半给我打个电话啊。哎，我。喂。林梅，签字吧。再按个手印。老卢，你们俩结婚多长时间了？哈，我随便问问。15、16年了吧？这么久了？要具体的算，应该是差4个月17年。17年的夫妻啊，就这两页纸。我真怀疑这老卢是不是石墨云的丈夫。有什么问题？你看看这个。这老卢连平时石墨云喜欢做什么都不知道。你觉得这正常吗？
这有什么？陈队，你可真应该好好上上课了。哎，你知不知道，现在这夫妻，那相互之间透明的连隐私都快没了。这你不知道？知道老婆喜欢什么，就叫夫妻吗？我明白。林梅平时喜欢什么，你也不知道吧？我就知道你答不上。他喜欢看电影。喂。我下去吃点东西，要不要给你带点回来？晚上没吃好吧？一起去吧。这鱼比你做的差远了。你还记得那个味儿啊？林梅，你的睡衣我给你洗了啊。哟，我那睡衣不能用洗衣机洗。啊？哟，没事吧这样？我昨天刚洗过的。没洗坏吧？内衣跟外衣得分开洗。哎呦，我又忘了。我来吧。哎，你明天能抽出点时间来吗？什么事啊？你还记得我们同学小宁吗？啊。他们全家马上要移民了，说约着大家伙儿明天见见。明天呢？没时间就算了。明天几点啊？6:30，瑞海姆餐厅。行吧。小鱼费舍和这个谁和科比啊，都有三枚锦冠军戒指，但是他俩不是球队的主宰。那么科比依然在向人们证明他可以成为球队的主宰。是，他现在是成为球队主宰，他可以成为球队主宰。从竞争力上来说，现在你说湖人队。
林梅，林梅，你家老陈还来不来啊？这里边一大桌子在那儿等着呢。我估计快了，我再等一会儿，你先陪他们去啊。你快点啊。嗯，好好好。走。哎，我跟你们说了多少遍了，我忙着呢。就为了这点事情，把我从广州请回来啊！坐下说。再说一遍你的报案经过。您好，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3月2号，我突然接到施墨英给我打来电话，问我回不回广州。我告诉他，我当然回去了。我的工作在广州啊，他说他想和我一起回去，让我买2张火车票，等他的电话。我等了他2天，直到3月5号，火车票是6号的，我怕错过了就给他打电话，但是他不接电话。我去过他家，根本就没有人。我可是费了好大的劲，从他家的保安那边得知啊，他从3月4号出去以后就一直没有回来。施墨云和你什么关系？林梅，你刚可没少喝啊。不过现在可是非常时期，你得注意保重身体啊。这点酒不算什么，喝酒可对孩子不好啊。我哪有孩子呀？哎，我上个月看见李大夫，他跟我说，刚给你检查完呀。我们家老陈不喜欢孩子，我也跟孩子没有缘分。你们还真打算当丁克啊？得了，我就不送你了，里边还一大桌子人等着我呢。等我到了美国，再给你们两口子打电话。好，你别说，这一走啊，还真是舍不得你们这些老同学呢。明天一路平安吧。嗯，行，不说了。再说，我真得洒泪了。那你一定要保重身体啊。好的，赶紧回去。嗯嗯，走了。嗯。林梅，我今天实在是临时有事儿，我想着你们的聚会呢。你们下次什么时候聚，提前跟我说一声，我安排时间。以为你已经回来睡了呢，刚散呢。你们约的人都去了吧？玩的还好吗？病人要跳楼，我去看了看。卢医生，我们今天找你来呢，是想向你核实一件事情。啊，你说。你认不认识一个叫肖若水的人？肖若水？没印象。嗯，老卢，
是这样的，尸检报告出来了。她怀孕了，已经三个多月了。这老卢怎么把生活搞得乱七八糟的？我真搞不懂石墨云。肖若水比他小七岁不说，而且他肚子里居然还怀着他的孩子。哎，去哪儿啊？不回局里了？我答应林梅回家吃饭呢。哟，今儿太阳打西边出来了。哎，你们俩打算给我做点什么呀？啊？想吃红烧鱼吗？哎，豆儿。嗯。你瞅瞅啊，现在这一忙啊，我到你们这儿来蹭顿饭的机会都没了。哎，林梅。就你这红烧鱼，哎，我们队长在队里不知道夸过多少回。嗯，刚刚说到哪儿了？那条河。林梅，我说了你还真别不信，整个那条河全都冻上了。我记得那天气温得有零下十几度。队长，零下十几度有了吧？我们队长是带头第一个就跳了下去，等他上来的时候，腿上全都结冰了，你说能不结冰吗？啊，零下十几度啊！来来来来，吃菜吃菜。队长，我觉得咱们今天说什么也得喝一杯。你说咱们仨难得在一块儿吃饭，咱俩就难得在一块儿喝杯酒。今天说什么得把酒喝了，就这口，好吧？就这一杯。我替他喝吧，他酒精过敏。哎，林梅当真了。我能让我们队长喝酒吗？我知道我们队长从来不喝酒，这酒我喝。我干了啊，好吧。陈队，林梅真是做的一手好菜，你可够有口福的啊。哎呀，我今天是喝高兴了。哎，对了，今天这顿可不算是你请我的，那是人家林梅请我的。改天给我补上啊！哎，我没事，你回去吧。好，回去吧啊。师傅，去松榆里陆苑小区啊，谢谢。梅阳自己回去行吗？谁敢打击他呀？他现在怎么这么能喝呀？老婆飞新加坡了，一个人闲的吧？哎，我说你梅阳，你这么长时间不做饭，这鱼可是越做越好吃了。你看苗阳吃的那样，他平常可不是这样的人，每次吃饭就数他牢骚最多。李梅，咱们就这样各住各的。说话呀！
牛啊！有事吧？这么晚了，不打扰你了。啊，没事，你说吧。知道你有事儿，说吧。老陈啊，我想了一个晚上，怎么都想不通。老陆，别想太多，啊？你以为我愿意多想啊？我这一闭上眼睛，全是墨云的影子。老陈啊，怎么会呢？怎么会这样呢？墨云。怎么会这样呢？老陈，我想见一见肖若水。现在见他还有用吗？我没别的意思，我就是想和他谈谈。这个，我想想办法啊。老陆，真的，别想太多，早点睡吧啊。我试过很多办法了，就是睡不着，睁眼闭眼全是墨云。我想起很多以前和他在一起的事儿，你说怪吧，有些本来已经都忘了，这两天忽然又全记起来了，真的清晰得不得了，就好像昨天刚发生过的一样。老卢，我去过诊所了，他们说你在家。这是墨云写的诗，我还是第一次看到。陈队。伦家那女孩开口了，走。别怕，别怕啊，别怕，别怕啊。别管太多。
有分寸。启生，启生。啊。想什么呢？啊，没什么。有件事儿想跟你商量商量。什么事儿？我们公司最近在大连有一个短期培训。好。秋天还有一次。也不知道春天和秋天，大连的哪个风景更好一些？都差不多吧。那你觉得我什么时候去好？你定吧。我可能要走半个多月呢。没事，我一个人习惯了。哎，张局，是我。这次咱们公司给安排的全是朝海的房间呢。哎，这环境不错、啊，是吗？看来我们好好休息一下。待会儿咱们转转啊。我先到了，一会儿见。哎，好。两位，一会儿出去溜溜。卡肯定有问题，我到总台帮你看看去。哎，帮我看一下包啊。哎。等急了吧？总台换了个卡。给。谢谢啊。哎，叫什么名字？林梅，北京来的。我在旁边住，有事给我打招呼啊。谢谢。哎。哎，李梅，到哪儿去啊？我想上楼休息。休息？这才几点啊？我有点头疼。头疼？好吧，走，跟一块走。走到那边去。怎么想的呀你？大晚上不睡觉，上这儿跑步来？长期坐着工作的人，下肢缺乏锻炼。血液循环不畅，容易造成脑供血不足。听起来像健身教练似的。久病成良医，哎，跑起来啊！我在这儿坐一会儿，你不介意吧？我累了，想休息一会儿。我只是想坐坐。我找你是想和你聊聊。
第一次见到他，他站在游泳池边上，接连两天都是如此。他的眼睛告诉我，他明明是喜欢水的，却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不敢往下跳。终于有一天，他下水了。在水里，像一条鱼一样，那种河水的浑然天成，让人看了忍不住想亲近它。其实我真的很羡慕他们。你是？我叫肖若水。谢谢。没有。现在还怕水吗？好一点了。从来没有下过水啊？第一次。林梅，下来吗你？我害怕。慢点，慢点，别掉下来了啊！虽然我能接近他，但接近不了他的内心。我跟他在一起，真的很快乐。我相信这一点。要是那天他跟我走了，也就不会有今天了。他很可怜，真的很可怜。他很害怕一个人孤独地待着。他除了喜欢画画，还学会了做饭、打毛衣，为她的丈夫辞去了工作，想给她生个孩子。而她的丈夫呢？他在乎和珍惜过她吗？他总是用一个盲字推掉了自己所爱的女人为他做的一切。
刘洋，什么事儿？陈队，卢文迪自首了。什么？怎么回事，老卢？不是你干的，对不对？是我干的，不是你。是我，为什么不是我？坐下。老卢，咱们都别激动啊，坐下，坐下。我知道不是你。你有证据吗？啊？战队，你看看这个。这老卢是真不想活了。时间、地点、作案动机，连作案工具都齐备了。这要不是他干的，我都不信。把所有证据调出来，重查。为什么？老卢自己都认了。少废话，重查。你凭什么就认为不是老卢干的？就凭他没杀施墨云。3月3日。墨云给我打了电话，说要跟我离婚。我问他为什么，他说他有了别的男人，而且已经有了他的孩子。你早就知道她怀孕的事情，对吗？对。他约我出去就是跟我谈这些。我想了一整天，我怎么都想不通。我想跟他好好谈谈，我不想离婚，想挽回我们这段感情。我就把他约到了小七河，那是我们过去常去的地方。我把事先准备好的易拉维装进了饮料瓶里。易拉维你们可能不知道吧，是一种抗抑郁的药。你放了多少？我也记不清了，大概有30-50毫克吧。为什么带的？墨云的脾气我知道，一发作起来有时候就难以控制，所以。你们吵架了是吗？吵了，当时吵得很厉害。墨云他跟我说，他一根消热水定好，后天就要离开。我不想让他走，我想挽回我们这段婚姻。我跟他说，你只要能把孩子打掉，我们还可以从头再来。可是他不听。后来他跟我吵得越来越厉害，我看他控制不住自己，我就把饮料给他喝了。药性发作得很快，大概就10几分钟吧，他就感到头晕，有点心律不齐。易拉维单次使用的剂量是多少？2到3毫克。你知道饮料里的药物过量吗？我知道。后来药性发作，他有些站不稳了。当时我试图去拉他，真的。口供和解剖结果与现场勘查的结果相吻合。证据都齐了，还差一点。怕什么？有些细节他可能记不清了。没必要再问了，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。我没听清楚，你再跟我重复一遍。说多少遍都是一样，是我干的。就凭一点，就凭一点，我不相信是你干的。什么？动机？老卢，你就给我一个杀人的动机。我恨他。
你别跟我扯什么肖若水。从你第一眼见到肖若水，你心里就非常清楚，施墨云是不可能真心喜欢上他的，这一点你很清楚，对吧？跟我说句实话吧，为什么认罪？是我杀了墨云。你非得自寻死路吗？啊，你这样心里才好过，你才不会感到内疚是吗？施墨云怎么死的，你我心里都清楚。是我杀了他，除了我，没有人能杀得了他。这一点，我比任何人心里都清楚。你胡说！你以为这样，你就能把欠他的还给他？你能吗你？你是怎么了？我都承认了，我有罪，我杀人了，你为什么就不信任我？我不想跟你谈了，换个人来谈吧。想什么呢？墨云，我看过他的诗了。我从来没发现她是个那么细腻的女人。我家书房的柜子里有一层都是录像带。我有印象。前几天我看过了，那都是墨云为我录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。每年到这个时候，都是我最忙的时候。参加年会、评比，还有各种各样的讲座。过去，我们俩也吵，但是很快都过去了。这两年我更忙了，两个人见面的机会少了，就算是有时间能谈在一起的话题就更少了。我们俩的话越来越少，关系越来越冷，冷到两个人见面都不知该说些什么，那么说一句都是多余的。跟你说实话吧，我跟墨云已经分居两年了，他想没想过离婚我不知道，反正我没想过。我一直在想，等我忙完了这，我一定跟他好好谈谈，我可以带他出去走走，我希望能找回我们过去的时光。可是我真的太忙了，我想这么干，可是他不给我机会。为了迁就我的时间，把工作给辞了。他在家的时间多了，我在家的时间却少了。
他越来越感到孤单，朋友就更少了。说实话，墨云要是真的爱萧若水，我这心里反倒会好受些，真的。你学泳的进步可真够快的呀！多亏了你这个健身教练啊！哎，还是你聪明。失陪一下，我去趟洗手间。连续的飞起，终于把这球盖下来了。好球！对不起，我打错了。喂。对不起，这电话是……啊，你是找林梅的吧？啊，她现在不在，待会儿让她给你打过去，好吧？喂，请问你哪位？哦，不用了。没事儿。林梅，刚才你上洗手间的时候，我替你接了个电话，是个男的打过来的，好像是你老公吧？他说什么了？他没说什么，他把电话挂了。林梅啊，真有意思，我真没看出来你是个结过婚的女人。是吗？啊，你看这么长时间了，你也不给你老公打电话，你老公也不给你打电话。结了婚的女人都应该这样吗？啊，至少我见到的都是这样。也许我是个例外吧。对不起。哎，林梅，这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在现场搜集到的所有物证。陈队，咱们现在真是连点休息的时间都没了。哎，陈启生，你怎么不打手机啊？打手机怕你不接。你什么时候下班？6点半。那你直接回家吧，我有话说。哎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刚到。哦。
就又能在大西洋上传递成千上万的信号。信号一直是仅仅将光缆中放的部分切掉，然后再将两端接上。哟，你这是？又买虫了。启生，有时候我想，我们像是住在同一幢楼房里，可中间却隔了一层。就像我住在五楼，而你却住在三楼。以前我不肯从五楼下来，你也不愿意从三楼上来。可五楼、三楼。不都是同一栋楼房吗？再好的感情，总这么隔着也隔凉了。我们各让一步吧，我从五楼下来一层，你从三楼上来一层，好吗？你一个人在家里，能待得惯吗？所以。我要生个孩子。我们不是说好了不要孩子吗？不是我们，是你不想要孩子。家是两个人的，孩子也是两个人的。你不想要，我坚持又有什么用呢？上次我知道自己怀孕的时候，我真的很想把那个孩子生下来。你知道我躺在手术台上的时候想什么？我真怕自己老了，身边连个能依靠的人都没有。丽梅，这事儿咱们当初是商量好的，你也同意了的。我后悔了。我现在想要孩子，该说的我都说了，吃饭吧。先别做决定，再想想。还想什么？你再好好想想。你想你有今天容易吗？啊，苦熬了十年，好不容易到了今天这个位置，你为这个付出多少心血，你比我清楚。难道就是为了回家生孩子、做饭、洗衣服，那些你都不要了？那些都不重要了。可那是你一直想要的。可现在不一样了。我想和其他人一样，
我想做了饭能有人回来吃，我想看电视的时候能有人陪，我想出去久了能有人打电话回来问问我，我想有个孩子叫我声妈妈。李梅，结婚的时候你就知道我是这样，咱们不是说好了的吗？我反悔了。你这有点无理取闹了吧？就算是吧。自杀？开什么玩笑！老卢说的话，经常前言不搭后语，说他不是凶手，谁信？我信。陈队，你对老卢这个案子是有点热情过头了。老卢什么时候能出来啊？明天。醒了，醒了，别睡了。什么情况？什么什么情况？吃饭了。来，吃什么呢？一荤一素。哎，你不回家没事吧？我跟媳妇请好假。待会儿吃完想不想练练？行啊。真大呀！别忘了，这都是你教给我的，出拳就不应该有假。小子也忒狠点啊！是不是早憋了想打我呀？对。为什么？我告诉你为什么。就凭你对林梅的态度，就凭你办案的专制。你说什么？你是不是觉得天底下就你一个是警察啊？啊！等等，不服气是吧？来啊，再来啊！Thank you.
要不然明天回去吧，老这么躲着不是回事儿。怎么，还想教训我呀你？不行啊。怎么，输不起啊？再来啊！输不起就道个歉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老夫老妻的有什么过不去的？想通就好，我送你。哎，你干嘛去？透透气儿。文迪，这半个月你受了不少苦吧？我知道我这么折磨你真的不应该，我是狠下心来才让这封信推迟了半个月再交到你手上。两年的时间说起来很短，可对我来说却很长，因为我的时间过得很是在一分一秒的痛苦中煎熬过来的。你现在应该感受到了，这半个月和我想你的日子比起来真的是太少了，但我满足了，知道你在这半个月的时间里你没有工作，没有病人，没有论文，心里全心全意想的都是我，我心里真的很高兴，即使是死了我也是笑着的。小鹿，想去哪儿？我送你。我想走走。我送你吧。有烟吗？给我一支。
就一只吗？我去取去。啊，不用。墨云，我能理解你这么做的目的。对不起，法律没能让我接受审判，我只能用良心审判自己了。你为什么会做这种选择？难道活着比死还痛苦吗？我妈病了。协议书我签好字了，等我回来，咱们去办离婚手续。老卢，要出门啊？爸。老陈啊，你来的正巧，正好可以为我送行。我想换个地方，静下心，好好想想事情。有什么话想和我说吗？给我做个催眠吧。为什么？有些事儿想忘了。痛快的不痛快的回忆都是你的，非要忘了吗？老婆，我想好了，咱们要个孩子吧。再过两个小时，我就到南京了。现在重新开始，还不算太晚吧？